黑棋的，对，这个那挖一个，如果加一个黑棋会立。这个棋呢，如果吃，它会就硬硬着头皮走啊，它会这样，会断在这里。对你挡，它会长。哦，这个棋呢，哎，这个棋就记着要立，不能搬，不能搬，搬的要吃，立在这儿。这个气是黑棋长一气，所以这招棋挖是成立的，挖是成立的。这个挖单挖是妙手成立，那么对这个他一成立，白棋就惨了。对你这个棋怎么办？哎，你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也不可以，这一粘，这把它差一断，这都是先手，这都不可以。所以说这一挖呢成立，这个也不行啊，这个你看这个啊，就直接被哎直接有一个闷死，这个加也是立，这个棋呢也是白棋正好不行，所以这个是一直在起着作用，没有封住黑棋，那么这个棋呢，那就和他的初衷啊，这点三三的初衷完全，不能贯彻他的意图啊，完全不对了，他想法就不对了，这样的一挖封不住了之后，这个地方变薄了。那么现在呢，他只好从这边顶一下，占取一点小便宜。对，这个顶一个看似很妙手，不，这个是黑棋应该冷静啊。如果这个时候冲动的不对，如果你搬的话，你看这个地方这儿有冲啊，如果这有一个滚包之后再走，这个就成立了。对，不一样。你拱的话，它一加就死了，就多延出一气，这个也是个小伎俩。一般的会是要必须要走这个，这个便宜了一下之后呢，暂时没有办法。你大概可能只能是尝一尝，尝尝这种这一类的。不过尝人家就尝，就这个走完了之后，这还又跳，他受不了，他交换了也都不舒服，所以没棋走了，他放着不走了，走不好不走了。对，走不好的地方只好不走。走不好不走呢，这个地方也薄，所以这个地方是黑棋，就是便宜了。这个地方的形状上拿住白棋。嗯。那么那个地方不能走了，那换个地方了，那走什么呢？那应该就是这个比较大了吧、强大的，强大的，因为这个爬一个相当大，是吧？这个棋强大。那但是那周边呢，那个地方，那也得要往下走啊，是吧？可是白棋确实已经没有棋可以下，没有办法走。那所以说，如果是早知如此啊，这个地方可还可以考虑别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个不点三三不搬或者长啊，或者中间怎么想想别的办法。就可能不这么选择了，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这个谈笑一下把对方击住击垮之后呢，这个地方形状击垮，这说明啊，这个崔振汉状态不太好啊。对，拿击垮之后拿住了之后，七寸了，拿住之后他没有棋下，这个看似这个崔振汉的状态的确在中国这一次的围棋不是不尽如意，下的不对。对他之前呢，其实还是为西安曲江队的保级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是去年吧？对，是吧？今年看来不太啊。今年下主将是今年似乎不太理想，开局至少不利。对他这个奖金就拿的少了。他们是赢了棋是有奖金的啊，然后走这个，尖这个，是吧？想逼迫白棋虎在二二，挡在这儿，尖在这儿，尖在这儿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棋啊。这个里面没有活，没有活，补一个就活了，我补一个就活了。哎，对，活了，但是你要这样活，你很委屈啊。对啊，这样委屈吧，你这样肯被我这么交换吗？我是希望这样马上交换成这样，黑棋这两边便宜，它很舒服。但所以呢，白棋不肯呐、这两招在我你在外面走，我在里面走，我不肯呐。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啊要争取往外，是吧？他走的这个，对，他这样靠出来。但是这手棋啊刚好走在黑棋的后壁上。刘老通常不是说我们在行棋的过程中啊不愿意走到人家后壁上，那这个违背棋理了呀。但是他也是一个考虑，他是寻求调子，所谓调子啊，他走这个啊，他走这个他是要这样的。寻求一种顺畅的这个调子，那走别的，因为所以说他这个形状不好，之前难受。我们之前所以说因为这个这也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走棋，是吧？然后黑棋这时候在这虎一个，因为你没走，黑棋走，因为不走的话，你看，不走也不小，怎么走？不走，我再尖一下，还在攻着白棋，受不了，
嗯，你不走，我再尖一下。那我就补一个。补一个，这个形状也不对。这个还补这个啊？这形状也不对。这个的话，我再走这个。你看这形状的，这都不对。这个要被攻的话很惨。嗯，是不是会很惨？快不活了。所以说这还得跟着走。所以这个棋啊，应该说这一挖的时候，白棋应该是无奈之举。我估计说不定尖一尖也把自己形状补好算了。哎，这样交换一个算了。嗯，哎，这样也是一个定型。不能放着不走，放着不走给黑棋这一虎，然后再来搬的时候呢，黑棋反击了。对，黑棋打吃，黑棋来一个狠的，然后白棋长。对，这个有点狠。再从这个地方对这个狠打出来。这个如果你长的话，被他一粘，你看刚才这个形状不对了，你还是走这个。下面补，但是这个子他又要暴动了。不对了，走哪儿？走这个？走哪儿？不知道走哪儿，我大概走这儿吧。哎，你看我这压出来也不得了。这压着这一尖，你看要小心这个了啊，要小心这个，这个地方有靠。对，感觉白棋太惨了。在这一压过来，这个作战黑棋白棋没有成算。嗯，所以说这个棋反击啊很有力。那么白棋呢，他来了一个这个，哎，恰吃。那这样的话就要打劫。对，如果粘上它长，白棋的形状还比较完整。但是黑棋来个狠的，他提在这儿，他吃在这儿，然后这个成为一个劫，这个劫。黑棋啊，暂时这个不能跑是吧？你看，因为这个有劫。嗯。你也不能粘上，他就你也不能粘上夹死了，所以呢，黑棋还得回来。这个棋呢，就是白棋能打到你自补一手，也是比较满意。但是黑棋顽强的时候，跟这个劫外边提一个了已经。这个劫受不了，你一旦让黑棋粘上，这块棋马上就面临死活问题，可能就活下都很累。对啊，这边还有跑呢。所以这个劫很大。嗯。黑棋这个反击呢很有力，那就是个劫争了，大家打劫，黑棋找个劫。对，是是黑棋我感觉本身劫材似乎很多。对，找个劫，然后挡住再提。提掉。对，这个黑棋就是说利用自己的外势啊给他打劫。如果当初他不要脚外面走后，这个就威力不是很大。白棋在外面，现在你要了脚给黑棋走外面。嗯。反而让黑棋的威力变得很大，因为他这外面有子了，哎，这个现在白棋也去找白棋找那个劫，好，再踢过来，过来，对，黑棋再来一个这个，对，两个冲，白棋也是这样虎了拱一下，哎，对，各自损两个劫材啊，两个都踢掉，哎，这样对等，然后呢，黑棋挡这个，我这边的劫主要是我觉得有太多了，挡这个。嗯，是吧？挡这个劫，对，挡这个劫啊，是如果这个棋脱先，这个棋如果脱先，我想他挖一个，可能是对要出事儿了吧？要出问题了。您这个的话，然后他会吃这个，他先吃是吧？嗯，对对对。哦，等他吃的时候，他再吃这个，对。那他白棋也只能再来一下。那白棋还是不能提啊，一提就被挡死了，要提掉这个冲出来，这个棋就是说白棋死了，脚死了，哎，要这么杀他。嗯，那么这一挖呢，应该说是白棋不好办。你说我如果走这个，那我就退在这儿，这个棋是死棋，这根本就没有，这是个死棋，这是个死棋。嗯，他虎一个呢，虎一个就一爬就死了，然后一爬就死了。对，爬就死了。那你说我挡呢，对，挡一个呢，如果走这个呢，我会挤在这儿，对不 对？这个也死的是吧？对，这个肯定死的。这就算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走这个也是死的。哦，走这个也是死的，不用牌也是死的。哦，这个棋，对，这个。啊，点一个再粘上。对。搬一个是没有用的吧？嗯，对。加立。搬在这儿哈，啊，它会立这个。不，搬这个。搬这个吃在。走这个，然后加这个，哦，这有点可能，这至少是打劫了，至少是打劫，这个是不是？嗯，对。这个棋呢，这个棋是也是很辛苦，搬这个他还会铺这个，搬那个，嗯，他会铺。哦，铺这个，那我打吃这个不成立，嗯，是吧？走这个，他叫吃。哦，那个，哦，这个一气干了，不行，还不铺不行，只能吃这个，嗯，吃这个，那加一个，这个嗯，对。这个地方呢？白棋相当危险，白棋可以先，我说这个棋啊，先行的话，它是
走别的，比如说挡这个，它会是应该是这样的四棋。刚才摆的有点随意了啊，这样可能要出问题。嗯，好，我们来看实战。那这个袜是要防的，要防的。袜一个，它白棋要这块棋啊，就很危险了，就不会有进活了啊。那么黑棋这个一挡的时候啊，白棋走的这个虎一个。他不敢脱先，不敢脱先，然后白黑棋提劫，黑棋提劫是吧？白棋这个时候，这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不损的劫了，这个点应该是有点损，挡住，然后提劫，对，啊，这个劫打的比较凶，然后再找这面劫，对、啊，是吧？这边有太多爬这个劫，然后白棋还是要防这个蛙，始终这个刚才那个蛙很厉害啊。然后他虎在这儿，这个棋不能不走了。这一走不走的话，这个棋是冲一跳，我觉得对，是不是都加一个也可以？加一个更紧。哎，这个也可以吧？嗯。这个征子不对，这个征子要小心啊！跳走在这个地方吧。这个地方。嗯，这个地方也可以，是吧？就我觉得白棋很辛苦，就算是逃出来都不一定能活。对，然后。这个棋是跳的，这个是不是？他先点一个，他这时候先问一下，倒是好手。如果黑棋摊去的话，他一般就可以打一个棋。他的陈英说，如果走这个被他一扳，那是不可以。当然要吃这个中间，必须要走在这儿，粘上，要考虑上面的。分子有一点小便宜。对，这个不行的。然后他跳的这个，那黑棋还是在提劫。黑棋拽着那个劫，然后呢？黑白棋威胁着这个白棋的那块大块，应该说黑棋现在的比较主动。对，我觉得这个劫黑棋可以撑到最后，因为这个简直是黑棋的劫财包、劫财库。黑棋他这个棋啊，他攻着你，他损失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实控损失暂时失足了。嗯。损在这个控，但是呢，他全局来说，他现在是有利的。全局啊，实控上他差不了多少，但是呢。他一直拽着那个劫，你那个劫你是主要的。白棋没办法，我觉得白棋没有办法。全盘好像纵观全局找不着什么黑棋的劫。黑棋提，现在白棋找什么劫呢？没有什么，好像啊，他走在这个地方，他找这个劫，这个比较强，他等于是要来威胁黑棋这块棋。哎，如果他觉得你这个黑棋贴上来，这个本身也很大，是吧？他我把你这个吃了。这个给拉断之后你没有活，所以逼迫你往外走，黑棋必须要走。对，其实刘老我觉得也不是逼迫了，黑棋本来就想从这边走，因为白棋也不活。对，你但是没有不走是不行，不走再把白棋走，这块棋逼迫黑棋活了，现在靠是必然的、是吧？靠这个眼见的一招。但下一招啊，白棋啊，通常你看他一走，普通就是一扳。对，第一杆都是要扳的，强手，这强手。但是呢，事后看呢、这道棋啊，还得忍耐，还得应该退一个，是应该说是个本行本招，哎，退一个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只能本手。崔正汉是个善战的一个棋手，他喜欢走强，一般能强则强。这个他是搬在这儿，那个谭笑呢，年轻气盛，下的棋也是不甘示弱，走的也相当强，对，也非常的狠啊。这个时候谭笑想着，你还敢搬我？你这么薄的形状，咔嚓一断。这个断我觉得是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断了，他现在这个你因为冲在这儿，你看这个长是先手，对，这个尖也先手，这个地方呢它含蓄的很多，你暂时拿它没招。陈英，你有没有办法怎么脱险？我肯定没办法怎么脱险，因为我看崔哲翰到后来都是丢盔弃甲，怎么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有招吗？我是没招啊。没有招啊。对。哦，这个棋呢，我本来是想，要么这么吃这个。那您刚才不是说长尖一个都是先手吗？对，走什么？我想想啊，嗯，考考我，看看如果我是黑棋的话，能不能把这块？那我就盯着您这块。那可以，应该是大方向没错。对，不能这块我不能丢。其实心情上是很想长，我长一个。对，应该长一个。嗯，应该长一个。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那我再吃呢？对，应该是这样，粘上。这个是不是我已经可以把封住了？对。这个长是。我给你就是拼这个。哦，
跟我这块杀气呀、啊、对对对，拼一下，那我先搬您、嗯、他大概是我估计可能会就这样转换差不多，哎，这样转换吧，那我就把这个再冲回来，哎，转换这冲得回来吗，哎，转就只能是这样的吧，我是冲回来还是就吃一个吃让您这样算、嗯、这样嗯，这样就是说黑棋、白棋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特别，也可能你要这么下的话，他还有没有更厉更凶的招吗？更凶的，更凶的也差不多。这个你刚才那几招啊，也是就是白棋也没落着什么大便宜。哎，刘导，我是不是还能这样、哦、冲一个？冲这个，然后吃了吃了断进来行不行、啊？暂时现在可能他、哦、他不见得可以等这个冲、嗯，我这个挤不着，扑了挤。嗯，我挤，对，挤这个啊，啊不行，嗯，这还有断、嗯、我不能把自己气撞得太紧 啊， 啊，刚才那个就可以啊，刚才现在实战呢、啊、这个崔哲翰呢、啊、我们看他怎么走的、嗯、他从上面吃，对，那张吃的这个，这个是寻求一种行棋的步调，他最想的是黑棋拐出来拐这个，然后他顺势顺势走这个是吧，然后再尝再搬这个，是这样吧，这样，对，这样应该是白棋比较得意的一个图了，哎，这样这样是吧，嗯，这是白棋希望的、啊、这样滚一个包它就连回去了，不是连的问题，你这块还没有活的问题，真是、嗯、这一尖还没有活的问题，那如果这样真是农夫和蛇呀、哎、放了它一下然后它就开始反咬，这是黑棋不能这么下，然后它关键是后面的招出招啊，我们看实战它关键是什么呢，黑棋冲这个，这招棋冲，它有一个妙手，你这个棋要连，对吧？你这块棋没有活、啊，这个肯定得粘。然后呢，后它堵上，对，它强行的这招强，这招强，这招呢，它就让黑棋啊，逼迫黑棋跟着他的步调走了。你必须吃这个，你走别的是不可以的。这一粘，这都没有用，这再打它长，这个更麻烦。打吃的话就对这个地方，你看这都起作用了，这个时候要坏。对，而且白棋的气那么紧，哎，对，你看这个陈英说了，这个棋啊，这一气干的，这一冲一气干，对，有个一气干，噗噗噗就一气干了，这是不行的。然后这个棋呢，黑白棋必然吃两个，那么这个棋黑棋打成为一个所谓转换，但是这个棋都死掉的话，应该说不成为棋转换。这时空有点太大了，哎，对，这个黑棋便宜，黑棋也稳当了，你中你就逼迫你走中央了，吃两个啊、嗯、这个时候吃两个啊，这个子力都定型了，对不对，那定型了这么多个子，中央就只是成空而已了，它没有死活问题了，所以这个威力就不大了，不如这一块空大，这个全盘都吃干净了，这个也不用补活了，对吧，本来还要补活，这都不用补活，你看全部吃了，这个棋白棋失败了。我觉得这个转换下完了之后，这盘棋其实的，我觉得这个谈笑这时候已经踏实了。这个是崔哲翰这个作战呢、啊、嗯没有发挥。哎，他的力量啊被他抑制住了。被谈笑的这种年轻气盛的力量给抑制住了。他很凶的地方他使不上劲儿。哎，一个从全局从走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发挥的地方，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棋呢再回过头是还在走，再去打这个劫，正面定型了被吃了，那边再打劫，那么黑棋这个时候他就放心了，对，他就长长一长再提劫，然后粘上，是不是，对，提劫，对，然后白棋做眼，这个死棋有劫财了，这个做这个眼，嗯，哦，然后呢黑棋挤住这个，然后他再提回来，提回来打那个劫，这块棋死了还是不得了，他得想办法，这个除非这儿能吃着吃什么棋、啊、吃这个黑棋，就是说能够走出一点棋，他走不出来，而且现在这劫还没完事儿呢，亏了，那么黑棋这一吃这块死着的，然后白棋，白棋提掉啊，提掉，然后黑棋他就，您不是说我这一块棋有可能会被分发吗、嗯、我就补一手、哎、他，我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啊，以后啊这个地方有一些，但您来得及吗、啊、不提劫吗，这个地方现在暂时不行啊，这就是白棋要下一步走的话，他你说这招棋就提完之后再走，这个尖就是防他这个，你看防着这个地方把他眼给破了，
所以白棋黑棋在这个地方尖一个，对，这时候防了这个。谭笑说：“我看清了，我胜定。”那刘朗，您给我们判断一下形势，是不是说走这个就已经可以赢了？控实控多了，你现在只有走中央，走中央。哦、他把这个活了之后，嗯，他没有什么负担了。他你这个围中央的控，围中央的控呢，应该说因为那四面漏风啊，不容易，这个围控是不容易。哦那给他限制到多少目我就可以顺利取胜你只要我感觉你只要围的有限的、嗯、你围个三十目我自己再长几目实际上你也没有多少目就可以了啊你也围不到三十目是吧围不到三十目我咱们粗略的说这个中央的空不好算哎你只要黑棋啊先把自己没有什么负担不要让对方借力围控就可以了、嗯、现在那个劫还没拉倒呢他先补上了你白棋走什么呢那白棋也得补白棋你如果走别的你要硬都吃我的我还给你提着劫哎你说我在这儿包比如说这样我能够给你包死是吧、嗯、但是呢他这个黑棋你看他从这个地方还能出头对呀、啊、这样的话这个中间的空就围不起来对啊你这个还能出头你这不管提哪个提这个你看他还能出头这样的话你中央哪围得了三十目围不到所以这个棋呢他白棋走什么呢白棋是把这个粘上了实战他是粘上这个实际上是有点痛苦这个粘上啊也没有彻底的这个地方最大效率他关键是这个啊让你黑棋跑不出去说你这个地方这两个就算断了你走这儿我就硬冲哎一直冲下来就算断掉了哎，这个把这两个算搁进来，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把中央围起来。现在就是最大限度。哎，现在呢就是说，就是围中央的问题了。嗯，黑棋长，白棋，现在围中央怎么围？白棋先断一下，断一个，断一个呢？这个地方有味道，那么黑棋得跑一个，是吧？对，防这个，防这个问题。好，看这个问题怎么样？白棋。这个跳应该是最大的限度了跳一个好黑棋就跟着冲一个我觉得现在啊、嗯、这个看谭笑啊之后的这些招法、嗯、搜他都没着急他也没有就这样顺着下他是搬一个是吧搬一个嗯这白棋要粘住哦这样围的话粘也只能退了就这样哎这样我觉得是如果是只是这么简单的这么围不够那你有什么好招啊这个时候我都尝到这儿了那白棋想想别的办法你从这边看看有没有别的进攻的办法或者从这边走这样的话想想办法啊攻一攻这边搜刮一下想办法攻着补了一个了、哎、还有对走这你走什么那我肯定得补这个呀、啊、不然的话一会儿就被你把这个争死了搜刮一下这种棋走如果只是这么围控啊我们看这么围嗯实战就这么围对然后我就搬一个好他就粘上然后呢黑棋打吃他粘上这是必然的黑棋关键落得先手之后在中央走一个这个我觉得很大这招棋特别大因为这个棋啊他又围了又加强了自己身一颗又来破空你只是不走到我就小尖尖钻一钻空你如果围空的话只是这么围啊太小对不大这肯定没有您刚才说的三十目肯定没有、你看这个地方还有呢、这个地方再钻一钻那再围一围、哎、对你三十目的话黑棋也黑棋也长目了这是围中控是最难的、中控啊是不能是去围呢要靠它作战来威力发挥的威力是最好的对中间如果单纯的围控的话从这个效率来说不行的因为边角它一下就站住了角是一手棋就能站一个角嗯那中控呢你的四面漏风对、啊、效率上你就不如对方所以呢不能拿它围控一般是中控啊就说高者在辅啊要进攻、要能控制局面这个就比较虚拟的东西、嗯、所以中控是最难掌握的单纯围控所以说我是希望诱使对方我下棋希望诱使对方你就围控我最高兴逼迫对方中只能围你只能围控只有一条路围控了一般这个棋呢就不好赢哎不好赢我就一门心思钻你的空就完了嘛是吧哎现在呢他这个白棋一走在这里这个黑棋又加强黑棋一走这里又加强了这个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弱点了
对，彻底断了刘老在想搜刮我这块棋的本来觉得念想。对，本来您一直想顶一个，要想搜刮我本来想啊，顶一个，怎么样来，想办法，有点什么利用。你比如说啊，我顶你这个。顶这个，这个黑棋怎么补呢？嗯，对你走什么？这样看着，哎，这样这个形状到底在哪儿？我已经找不好，不然被您挡一下，我这很难受。是啊，这个地方也有一些那个什么。回来这还是冰刀的。哎，这个棋不管这个形状，这个你要跟着走的话，这个地方它不管怎么说，以后啊中间它还有种种利用。如果这只是走了一个这个后皮，让白棋黑棋这一走啊，又加强了一手，基本上是。他我觉得再动脑筋就已经差很多了，差很多了。对，毕竟已经多了一个子嘛，对对对。那么现在白棋该如何进行呢？白棋断这个，断这个，断这个，断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断这个的话，也虽然也是一手大棋，是吧？白棋先退这个，先退这个，退这个，对，先把这个退了，等他走完这个再断。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觉得那个大？那个大吗？这个应该是逆收吧？那我要如果从这边走的话，我还要连搬一个，搬一个是可能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我估计是这么搬一个，大概加一个，然后我就粘上，粘上可能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的先手，先手。那白棋走了个逆收的，这个先手给黑棋吧，应该是这样了。那白棋走别的，你走别的都跑不出来嘛。那什么大？白棋这边大，那即使走在这儿也比那个大吧。反正我觉得要走狠一点。在此之前呢，应该说你在之前也应该跳补之前应该点一个，先点在这儿。这个啊、围控，对对对对对，这个崔振汉他是善战的棋啊，他对这个围控啊，我觉得不是最拿手。像围控啊，像李昌镐啊这样的围控专家，他是围控的专家，收控啊，控制局也是专家。崔振汉他的棋局上面都是作战呢、啊，吃对方大龙啊，还要盯着人家一块像这样的棋，哎，对对，喜欢瞄着对方的弱点，这种他很厉害。嗯。是这样吧，刘老也是这方面很厉害。我可能，我是不行的。这个应该是跳了再围控也好，但是这个棋也不能说好，形势好，嗯，是吧？那实战这个棋呢，我觉得是直接围的话，直接围这个棋，就这么简单的这么围，就这样粘在这儿被打一个，然后粘上。对，这个不行，中央围。你只要乘不到三十步，对，围的不够大，不够大，他是走的这个关子，对，那里面脚上没有任何的问题，这肯定没有了，没有问题，这都已经那么厚实了。我觉得那个不应该，我哪怕拐，还想您还想走这边，哪怕拐一拐，这样也是手控也比那个强，拐一个还有一个瞄着对方的问题是吧？他走到这儿，然后黑棋是走的这个，对。那么白棋是断的，断的，这个棋呢断在这里，黑棋压在这儿，嗯，单压，应该说是不是这样打一个是普通的招数？对，打一个的话，我这个贴也是先手吧？应该是这样的吧？实战是不是这么打的？打一个是这么下的？对，然后贴一个，贴一个。按理说是这个应该提一个或者长一个，提一个是普通。您提这个？哎，提这个，大概是提这个吧。哦，这个地方没有贴这个。我贴，那您煎一个不就活了吗？嗯，他是否担心没有活吗？这活了没有？真的，这厉先生都不活。接着走这个，对对对，是吧？活了吧？应该是活的吧？如果走这个，走这个你太冒险了，这个不可以。对，那我挡住您，还要走这个，我一搬。不是，他太冒险了。不是这个，他这个这样。啊，挤这个。哎，这个太冒险了。啊，挤完之后我就直接扑了，我就不。也不那么玄妙，扑一个。对，这个太冒险了。嗯，这个太冒险。我想总是要提一个，提一个。这个棋应该是这样，这个地方定型啊，这个地方的关子的定型应该是飞在这儿。
我是这么认为，非这个。哎，对，那这个要不要提、啊？就说那个地方先不提也可以，先不提啊，先飞。飞你大概是靠一个，我想。如果你走这个，我不是退线的时候有个班打劫、嗯，你大概是这样，对我靠定型成这样，然后端，对不对？然后白棋提这个，那再提这个，对，再提这个，你大概是这个吧，或者是爬了吃这个，然后他渡过、嗯，应该是这样。哦，那这样能提到白棋总好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定型，对吧？嗯、这样黑棋吃这个，那白棋挤完爬过。大概是这样。那么白棋它没有那么下，很奇怪，它是走什么？这个棋为什么不这么提呢？他是不是怕了呀？不是怕，不是怕。那为什么？他是走的这个。对呀、啊，那为什么要下？这是我觉得可能是误算，误算。他以为这个是先手。这个断肯定没用嘛，因为我这一口气就给他扑死了。对呀、啊，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我搬呢，这个、刘老搬搬这个搬这个，他会挡一个，挡住我断、嗯。实战就是这么下，实战就是这样，他没注意这个吃，粘上这有个叫吃接不归，是是。这个软打吃粘上正好差一气、嗯，所以应该飞在这儿。这个地方崔正汉也误算了，估计他光想人家扑吃他了。这个地方误算呢不对，他是。实战就一吃一走，然后他一尖被黑棋粘在这儿，那个巨大，那个太大，嗯，那个不是一般的。这个关子就本来是走在这儿是可以继续收关，或者是机会在后面，嗯，这个是大家慢慢沉着气啊，走拼控走关子，这还能拼吗？能走关子，走关子，就这个就说飞完走那个啊，应该是正解是飞完，或者是你单提，嗯。单体他走完你飞也是能够拼的，单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也仍然是黑棋好呢？这个棋啊，啊，应该说我自己从我的感觉上，应该黑棋好一点。但是呢，这个棋还能够再继续的拼搏一下，然后等待机会，啊、应该是这样的棋、嗯。而实战他是走的这个被黑棋粘上，这个不同了，这个就完全质的变化了，因为。这招棋太大，这个有叫吃，看一下这有叫吃、嗯，他走在这儿之后啊，关键是我觉得还可以先手连回，连根连刺你带连回来，而且威胁着这个白棋，嗯、这个那个不单是关子问题了。那么这个地方关键是他这个地方他的起作用啊，他没有起着作用，他走什么？他一断呢，他没注意这个叫吃是很好的一招棋，因为你粘上被他一叫吃是。什么都没有，搬的话，你看这个地方没有东西。对呀、啊，可能什么都没有。如果是扑的话，还有点东西，人家就这么一吃一。对，这个地方也扑也没有用，打吃粘上，连不回来，这个是他无算。我想这个是崔振汉的巨大的误算。嗯、这个那个地方，我跟你说，损了十目都少说，就感觉是这么说。那你本来就不乐观的局面，你损了这么巨大，那这个就不对了。他实战就是这么走的啊，他一断被他一吃，然后呢，这个地方怎么办？怎么办呢？那他肯定得压回来了吧？哎，实战这么走啊？你看啊，他这一挡，然后他再把这个粘回来，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啊！实战，然后这个长还是先手，然后粘上，然后他哪里还交换了一下？他是这儿交换了一下，套一个，这个也不应该这样交换、嗯，这个我认为应该是在，这个不应该这么交换，应该在进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交换也是他读秒了，我估计啊，实战这么下，然后最后的。这个棋啊，嗯，你大家看这一带它的收官，这个地方损的很多，黑棋，它损的很多，和刚才提一个，白棋损了很多，黑棋赚了很多，就黑棋就说反了，对，这个地方它差很多啊，嗯，这差很多，什么都没走着，居然让黑棋还落得先手，本来是白棋应该说是，现在他没走着东西被这尖着了，这儿也挡着了，而且这个地方。也麻烦，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我觉得也没成到木，以后这利等于欠着木呢、啊、你还得补这个，还得补回去、哎、还有这个棋中间呢被这个地方都是先手，这个地方是黑棋就是白棋亏了、嗯、对，关子来说是崔哲翰的弱项，
亏了。好，我们看再继续看他的实战。对，实战呢，他可能啊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形势啊，已经这个棋他可能精神上受打击了啊。对，所以说呢，他也就是在这个实战就这么下的，可能最后就再下两手，是不是也算是求头产？他走这个啊，哎，这个棋他走这个，对啊，粘住，然后他尝一个，粘上。如果这个棋单冲的话，他也是走这个，我想是这样，就挡住啊，也没有东西，也没有东西。是吧？也没有关系，没有，因为这个棋他黑棋只要连回来就行了。因为你再走的话，黑棋这个棋他就会走在这儿。对，这两断不了了，跑不回去。回不了了。所以这个棋他是先贴一下，让你粘上再冲。你如果走在这儿呢，他瞄着，这个棋呢，也许还有，这个也不应该有，他是粘在这儿。对，这样的话是更断了对方的念想。他又在这儿靠了一个这个棋呢，就是说这个连不回来，连回来他这个地方有冲断。对，如果你只是这么连回来的话，那么他就断在这儿，这个棋也没有断法，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就断进来，这个蒸掉了。对啊，这一口气这蒸掉了，也这个是不行的。那中间呢没有棋，被黑棋这一粘呢，中间他一看出不了棋，如果出不了棋的话，这个时候呢白棋还只能回过头去围控，围控呢又围不到多少控，本来我们说三十步，现在越围越少，那么这个棋呢就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崔哲汉的这个他就投子认输了。这盘棋最后以谈笑中盘胜结束了本场的比赛。对，而且呢其他的几位队员呢也非常的受到鼓舞，最终呢整个队伍呢也是3-1击败了西安曲江队。好，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感谢刘晓光九段和陈莹初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今天的文评论道要和大家说一声晚安了。每周二晚12:30，最新鲜的棋讯，最有趣的话题，最精彩的棋局，观众朋友，咱们继续相约。